瞬間うわーうー上集讲到我第一日滑雪狂扑街啦，无限跪地啊！如果你仲未睇嘅话，就揿右上角睇翻第一集啦。今集会继续同大家滑雪，不过魔鬼教练似乎咧就受到上天嘅惩罚，想知就继续睇落去啦。今日落雪啊！我而家喺2600几，最高终极就系呢度啦。但是我们那段时是没有上到这架缆车，因为上面的红色线和黑色线，那我就咬底。但是很后悔，因为之后那几天都没有开过了，可能因为落个大雪，上面有些积雪，它就不再开了。那我现在就声音导航带大家同我一起滑雪啦。那因为昨晚落个很大雪啦，所以个雪场呢就变成粉雪了，是很滑很多的，但是呢因为现在都落紧雪的关系呢，其实我当时呢只是看到前面一片白色啦，我是什么路都看不到，是很害怕，所以不停跌。唉，所以滑雪的部分呢都是不要再看我滑了。我们一起看看这位仁兄滑雪啦。之后呢越落越大雪啦，简直是狂风暴雪啦，大家可以看到条片是很夸张啦。爽到嗨！在这位仁兄很嗨的时候，我想他现在已经是不见了个电话的啦，因为我们落缆车的时候发现他的电话不见了。Tomorrow.雪地寻觅 iPhone 记，依家系祈求神迹嘅出现，其实根本冇可能找到嘅，真系听到咩？佢度听紧个 iPhone， 已经经历咗一晚啦个 iPhone， 系真系呢个位啊？个地图系呢个位嚟噶？我喺呢个位置。但是这个地图是不是这个位置的？算了，放弃了。到吧。看那些人在上面的山上面爆下来，很恐怖啊。我正在这里爆你啊。是啊是啊。嘿叫哎呀。其实不慢，我哋一齐啊！吓，唔使客气啦。系啊，你睇一趴低我就起唔翻身，就系呢个人咁啦。唔系好易啊，我哋初步。哪里瑞士啊？这个冲啊冲多啲，压上去，压身，压上去。个人执翻多少？唔系，个人睇下贴系啦，贴翻埋啲。转弯嘅时候贴翻埋啲，转弯嘅时候平嘅时候，转嘅时候就向前。呢度攞啊，向前，吓你冇向前啊，你冇向前啊。哎呀，你睇下，一趴低我就起唔翻身，就系好似呢个人咁啦。唔系好易啊，起身一下弹起身，跟住即刻跳落嚟先。
系啦系啦，唔好 keep 住个动作，唔好喐 ，keep 住个动作，唔好向后向前。你出发，拜拜。即出現咗啊！我頭先話我揾電話嘅，啱啱有人打上房，話揾翻電話咯，好緊張啊！究竟係咪真係揾翻？A few moments later.有好消息，揾翻，系啊，正啊，系啊，正啊，正啊，点揾啊？佢头先打上嚟话喺个缆车嗰度，我哋听日去攞，今日闩咗门啊个缆车。咁我应该头先拎啊，我经过，我谂住，但系我头先知道嗰阵时已经55分了，超强，I'm the king man。Man. 你看看、yeah. 都圈了啊，在这里啊 yeah, I'm f***ing the king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、oh, I have everything I know 是啊，你好烦啊，你看看 I'm the god of the lucky god 你看看这里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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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Go Yes 1, 2, 3, 4 Yes We will check the energy again、huh? Energy test片記得 like 啦，同埋喺下邊留言啦，跟住記得 subscribe 埋我個 channel 啦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